韩国女艺人姜哈娜与少女时代成员徐贤近日确定了出演根据中国穿越小说改编的韩剧《步步惊心》里。《步步惊心》里翻拍自中国热门小说，李准基与 IU 将担任男女主演，姜哈娜、洪宗铉、XO 成员伯贤、南柱赫等当红艺人也已确定出演该剧。据悉，姜哈娜在《步步惊心》里中饰演政治手腕高超的高丽公主，而徐贤则饰演自己的国家被高丽灭国后，以歌姬身份隐藏在高丽宫廷的后百济最后一个公主。《步步惊心》里将于不久后开拍，该剧将以100%事先拍摄的方式进行制作，并于今年下半年开播。